主料，猪骨250克，山药500克，辅料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食材，山药。准备食材，猪骨，山药去皮，切断备用。在电饭锅里加入冷水，放入洗净的猪骨，盖住锅盖煮。半小时后，开盖加入山药，盖住继续煮。煮15分钟后，开盖放入食盐，盖盖转再煲一会，使原料吸进盐味，这样汤更浓鲜。待食盐味融入肉块中后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一：加入精盐后，盖盖再煮一会，使食盐味融入肉块中，而且汤更浓鲜。二：盐量不要加太多，只要有点味就可以了。喝汤还是要以清淡为主，更利于身体的健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